龟朝上，哦，它龟朝上，这个钩钩，这个安全扣网，哦，朝这个、安全扣网是外面的，直接跨上去。来吧，姑来，后退，后退，来，再来要再后退一点，来来，好，方向盘打过来，我这边全部打。全部打，车子不要动，车子不要动。这边有钩钩，那边是那边是一个鱼钩钩，对，好，这样扣住。好，方向盘打直，方向盘打直哦。我松紧，我会调，来，再过一点点。来，再来，好，往前。因为刚才有转弯哈，就是它有那个电条会转成这样，好，啊我会调整就是这样，来方向盘弯一点，弯我这边，哎，全部弯来，这个叫松，我们再扣一环，哦，这边扣一环是两环，应该是两环可以，来方向盘打直，好。啊，这个橡皮就是给它一个弹性作用。那边我教你怎么拆的，哎，拆的时候外面有橡皮。下面是吧？橡皮这个啦，这个，好，拆掉之后，你这个按下去，这个一定要在左右边，左右边，哦，上下不行，上下不行，因为方向盘已经弯动了，拿掉，拿掉，方向盘弯过来，那边有一个鱼钩钩，弯过来，方向盘弯过来，有鱼钩钩，拆掉，电脚往外移，车子移动，电脚要拿下，再往外移就对了。它里面还有个钩子的，它在往外，就是你拍过来过来钩子。你在八股嘞？好。接下来带来 OK 的，大概就是说等一下要拆这个橡皮，橡皮外面这些的，应该就是先拆橡皮，再拆那个水电钩了，有那个钩嘛，钩，等大家再方向盘打过来，里面还有个钩，把钩拆掉，往外拉，方向盘打直。在车中，那只好堆雪了，娱乐一下。
本来要到那个松雪楼看雪哦，那因为一路一直塞塞塞，现在下午四点多了，还在半路上而已，所以我们决定呢会往回走，只能说下次有缘再来吧。